来，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台中的热情宫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演出。刚刚也说，台下三分钟，台下这十分钟，去年是我们舞团成立第10年的一个元旦，那今年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第一个元宵，然后把我们最喜欢的演出、坚持的演出，然后呈现给我们台中的朋友。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非常称职的曲目，谢谢大家。那这过程其实，哇，经过了13年，那对于我们各行各业的盛大不容易。那也在去年很不容易，冷风雨里，我天晴之后，那我们也很荣幸的有受到希腊的邀请，去参加国际演出艺术节的展演。接下来这段演出呢，那因为当时我们就一直思考如何将台湾的不同的感动的面向，除了很刺激、很精彩的歌舞、很科技，有没有更柔情，然后不一样的面向分享给世界呢？接下来这首刚好在我们的少年节元宵时分月圆时分，送给大家这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
代表我的心，谢谢，谢谢我们两位老师带来二胡，还有结合了舞蹈的这个展演哈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因够落尾一段，表演要演出，所以呢，伊希望讲。